看看，再看看这个排线，看到了吗？排线是这样式的。老板，回头说，高价回头。64，原装的，54，我专业做手机的，如果说原装，你想换什么手机？43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手机换过屏幕，你知道吗？他换的是国产屏。没有吧？你手机被别人用了吗？来。看一下，来，给个镜头，看看原屏原彩都没有。苹果手机屏幕是有原屏和原彩的，咱不行，打开看一下。现场全人，能看吗？可以啊。你翻着来，真的可以。咱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好，实事求是的，不是这个手机的屏幕，换个国产还是国产屏，不相信，那咱们就现场来操作一下。那如果是说这个手机没拆过，这个屏幕不可能这么轻易翘起来的，因为它加了有这个防水。知道了吗？设计语狠活，你看看，苹果的根本没有这种的国产的屏，看到了？再看看这个排线，看到了吗？排线是这样式的，正常的手机里边绝对用不是这样的。看清楚了啊，这个地方看到了？看到这个摄像头了吗？这还有一个标签呢，你这手机是不是被谁拿着去玩坏了之后给你修好了？你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这用事实说话，咱清楚吧，清晰吧，对吧？这个叉九的手机，人家国产名的，叉 R64G 的，确实是不值多钱。那13128G 还是白色，国行纯原装的，双卡双待，其他功能我还没测呢，我过一下功能。你过这个手机的功能，你不知道怎么过的话，你跟我说，我教你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有性价比的手机，我们统一纯公司收回来的，价格比市场的价格要便宜800到1000。电池还是原装？肯定是原装的呀，89的电。这能优惠的是多少钱啊？价格我给你看一下，省得说我报价给你报低了，是吧？手机换过屏幕，其他的我还没置顶，看到了。原装的屏幕，所有原装的亮机，64G 的900，对吧？你这个换了一个国产的屏幕，扣的就多了。那么便宜、啊？那没办法，市场行情在这儿。你要不愿意的话，这个机子你拿个备用机。500呗，我想要这台。我保证纯原装，支持你到官方渠道里面去检去验，讲义可以罚10，档口间也不会跑，对吧？关注一下，胡子哥在黄杨北，是吧？行，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，对吧？售后给我多久啊？售后我给你质保1年，价格给你2500，你再补个2000，13满市场找，你看看这个国行的128G 的2500肯定找到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黄杨北找好货，关注胡子哥，散会。